只不过是甲何爱娇冤家尔，靠需要艰苦甲爱啉酒配爱困药啊，才我都困啊。安尼就伤身体，我真正是想拢无啦。以查某人的眼光来看，何爱娇到底是倒位好啊？想说你变爱伊爱干呢？看你安尼啊，我真正就唔甘的，是安怎要甲家己不甘呢？你还佮有我，我永远拢会陪你喺身躯边。嗯？你为什么留在冰城店？我留啊，你还袂解释呢，你就想要留来哦、喔。人赃俱获，谢你，敢要我教你安怎写？你走啦，你是安怎？所有人拢欺负我一个哦、喔。哎呀，这是妈，那是你啊！哎呦，我到房间那张冰城派去，电租多爱时间，阿瑞就甲我讲要去甲伊只求和房间当让我困两工啊。我唔得吃一下爱困药，我想要好好休困一下。哪知我恁安尼吵吵起来，我，你即马是伫演倒一出啦？安琪，啊恁奈嘛伫瑞德的眠床顶啊？无啦妈，你误会啊！我是互因误来啊！恁一个拢在针对我，跳岗是无？妈，你一个一个安尼欺负我，刚刚你拢无看到，是安怎？你拢无要听我讲话？你为着要救我，甲你爬去你瑞德的眠床顶是有啥物关系啦？我阁问你一个，一个好好的家，互你母甲安尼哦，两家散体，我着还阁去甲爱家拜托，叫伊继续忍耐，你是想要阁安怎啊？你莫阁演啊！才无人会相信你，你是脑刷袂？回家！你一定要被人挡住，在哪里？真是无？真是安怎？真是林爱琪，你对我下药，你一个针对我爱家，你偷摕瑞的精子，你一个又一个在欺负我爱家，你真正就可恶嘞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凤。虽然美华最近没新的戏推出，但是美凤有约游玩天天陪伴大家哦。啊，欢迎大家到 YouTube 民视生活资讯台收看哦，谢谢你们。